总统莅临彰化大顺乡慈云寺，人潮挤满寺庙。总统赖清德穿越人群走进去，首先就是拿香拜拜，虔诚祈福。台风来势汹汹，就怕酿成灾害。赖总统拜拜，不忘祈求风调雨顺。23号这一天，总统早上先到花莲视察汉光演习，又飞奔到彰化参乡，下午又要赶去新北市参加民安演习，特别来彰化一趟，就是因为去年5月赖清德还是副总统时，来到大顺乡争取乡亲支持。大顺乡有超过60%乡亲都信赖，赖清德在彰化成立信赖台湾之友会，喊话乡亲能让信赖的赖做总统。主要是来感谢来乡亲许多哈对伊的这个支持啦哈，阿妈来履行承诺因为伊选举前哈有答应乡亲讲呐，当选了后哈，爱过来咱慈云寺家来参香哈来行愿。赖清德当选上任后第一次来参拜，也是他3度来到大顺乡慈云寺，一来敬拜神明还愿，二来也以行动感谢乡亲支持。民视新闻彰化综合报道。